欢迎酷，大家好，我是酷 ，Yes， 酷 ，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 too， 嘴巴破洞了，对，我也是，你也是对不对？我破两个洞，对不对？左右两个洞了。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呢，立秋以后，中国有24个节气嘛，立秋以后呢，就会有秋火会出来，就你很年轻，代表我也很年轻，我们的火很旺，从肝从肾，这个时候火就会出来，射出来。No, burn, 但是这个是一个好事，是好事，这样是对了。我们到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怕冷了。哦，太好了，我很怕冷。哎，可是你来自法国，为什么会怕冷？所以我本来台湾的。哦，是这样子吗？对啊，我的体质不适合法国，所以你喜欢亚洲的天气，比较热一点。我喜欢台湾的天气，对。哦，我现在很舒服。其实我跟你讲，我认识酷呢，完全就是从你的频道开始。谢谢。对，我那时候看你的频道，我觉得太有意思，很可爱。感谢感谢。尤其是在疫情的时候，我觉得你的频道非常的有爱，太感谢了。Full of love， 尤其是你回家对你的奶奶，还有跟你奶奶的那些朋友，对，很有趣吧？他们很可爱，他们玩得很开，很开心，很开心。你把这么多台湾的东西都带着回去介绍给法国，后来的每一个系列，他们每个人都变得认识台湾，而且爱上台湾。他们现在全部来过的人都想要回来，跟你说。所以我是看你到你这一系列的东西，我会觉得说，这个人真的 ，it's really amazing。谢谢。怎么会中文这么的流利，然后法文又这么好？当然你是法国人。Oh my god！ 法文很不好，我跟你说，我的发音现在变成怪怪的，而且文法，我会直接用中文的文法讲法文。我朋友还跟我讲说，你现在听起来是一个法文还不错的外国人。当然还不错，但是是外国人的口音。你是怎么样子开始学中文？我们不是要先吃饭吗？哦，对对对，先问，为什么要在英国才？啊，对对对，我刚忘，因为我一看到你就很开心。谢谢谢谢，我也是。那我们为什么要选这家餐厅？因为我想说，你们应该没有预算去吃法国餐。那我担心你们付不起，所以我就说，我们来一个比较不高级一点点的，不高级，是英国的嘛。哦，我也比较不高兴。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是因为这边的老板是我的朋友，好朋友。对，老板娘是一个当地的英国人，来台湾14年。十四年。对，14年。她是英国奶奶。英国奶奶没有错。No way。对。这么年轻。Hello， 她有一个 YouTube 频道叫英国奶奶。对。很好啊，谢谢你。哦。Lovely, gorgeous. Thank you. You're such a sweet talker. Thank you so much. You are like my new favorite person. Thank you. 因为英国人讲的好好的，对，因为我今天帮你准备的。是那个英式威灵顿牛排，这样吃，然后这个超好吃，非常传统的英式，那旁边就是有一些酱，然后外面就是用那个西班牙火腿，那么就是慢慢烤，这样子，希望你们喜欢。谢谢谢谢，可以期待这个超级好吃，谢谢谢谢。我还有，因为英国人很爱吃炸鱼薯条，然后我们的面衣都是用那个英国啤酒，然后我们也用那个青豌豆泥，它才这样会解腻。那我必须说，你去英国买 fish and chip 的时候不会长这样，是吗？这是非常高级的一个办法。Thank you, English hot girl. Thank you. 他好可爱，他有结婚了，他结婚了吗？对，那结婚也是很可爱，是不是 ？OK, OK, OK. It's a lovely girl. She's OK. 那我们先享用这两道菜，那我们就开始，可以开始边吃边聊 ，Right? 好。那通常在英国就是很长一条了，啊，对对对对，它弄成一个比较有比较圆一点，对对对。我最喜欢鳕鱼，哦，蛮扎实的耶。
嗯 ，fabulous， 就是这个味道。It's really fabulous。嗯 ，Oh my goodness。哇，如果计划哎，我们一边吃一边聊一下。没有哦，我现在整个情绪你知道吗？被这个美食呢整个挑起来，所以我们只要有美食呢，这个交往就更容易了，对不对？你要跟我交往？No， I'm good。Yeah, I'm good。你要来我家吃炸鱼吗？Well, Lucas 已经在那边了。你到底是怎么把中文学得这么好的？而且你为什么要选中文？我真的觉得我的中文非常非常的不好。我每一次要写文章啊，我自己是老板，所以我要跟员工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我讲话还是蛮不顺的。然后有时候因为讲话太直接，你讲中文的时候要讲得很委婉嘛。就你要要求别人做事情的时候，你要说啊，请问不好意思，你会不会有办法可以稍微帮我改这个东西一下下，谢谢。然后你要讲的比较委婉，你不能说哎，帮我改一下。就我觉得这个是我中文不够好，所以变成说我讲话比较没礼貌一点点。哎，尤其对我的员工，所以这个我觉得我自己真的需要改善一下。那法文里面也会这样委婉的要求，或者可以可以，对我们法国人的习惯是讲话比较直接一点点，但是你像讲得很有礼貌是可以的，也是有的嘛。那像你自己在学中文的时候，你一开始的时候你怎么克服这个困境？我觉得我运气比较好的地方是说教了一个没有，我是先学韩文。然后在你是先学韩文的？对对对对，我在韩国两年半，我韩文学的真的蛮认真的。我是去语言中心，然后每天上四个小时的课。我跟你说，第一个礼拜你嘴巴会痛，你要一直啊呃呜一呃，你要学他们的发音，一直在讲一些你平常没有在讲的发音。对，所以第一个礼拜真的会嘴巴酸痛的。后来来台湾的时候，发现蛮多地方其实蛮强势的。就有差不多60%的韩文是来自于中文的啊，对对对对，很多字的发音很像，所以其实我这样子学的蛮快。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就会自己把韩文字翻译成中文，80%的几率是大家可以的，对，是可以的。那你怎么转换去学中文呢？因为你还要再一次学习才行。因为我后来就一直在拍 YouTube， 然后你要拍片的时候，表达自己讲得很卡的时候就很烦嘛，一定要剪片的时候就啊。请问我可以讲话比较顺一点呢？我很讨厌自己讲话卡卡的，所以后来就把自己的中文变成了至少听得懂，然后讲得比较顺一点。你可以写吗？写的话必须说，我可以打，我可以用手机打，对，我可以打。所以你可以用台湾的注音符号啊，我有学过，我有学过，但是我们大部分的外国人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是用拼音，用汉语音，所以我后来就拼音用的比较习惯，用的比较习惯。对对，注音的话只有去 Seven 记东西的时候才会用，哎，没有拼音。所以我们一次要记东西的时候会这个哥是哪一个，这个是后来就看到我后面有人排队有压力，所以就教他们 keyboard 我按一下我忘记了。我跟你讲，酷真的是太酷了，所以这个名字也是你自己取的，因为太酷了。没有，哈哈，我的本名你知道本名叫什么吗？ No。 我有维基百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姓 Richard， 我的名字是 Quentin， 韩文里面会翻译成酷Quentin， 所以呢，我在韩国的时候，大家有点记不住这个名字，也太长了。Quentin， 所以我就变成酷酷。对，然后来台湾的时候，我就可以选几个字嘛，有裤子的裤，仓库的裤，苦，苦茶的苦，我是很酷的酷。当然是选这个裤啊，对吗？对呀，你是选裤子的裤干什么？所以自以为大家是选这个了，所以到现在还有人叫我酷先生 ，Mr. Cool， 我觉得蛮帅 ，Mr. Cool 很帅，很帅，很帅，很帅。我觉得像你做的这个频道，我觉得适用在每一个国度。我就是知道吗？是可以，但我觉得你需要对这个文化有特别的了解，要很喜欢这个文化，跟这个国家的环境才可以做比较久。我觉得目前最适合我住的地方就是台湾。对，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点是说，我也觉得特别需要宣传的地方就是台湾。很多人来台湾，我觉得很意外，就没想到这么小的一个国家，然后这么不有名的一个国家，有这么棒的东西。对啊，很多人就是这样，都吓到了。吓到，我也很吓到。我吓到，为什么我们自己人都不珍惜？对嘛？我觉得很可惜，很奇怪。我觉得很可惜，大家要出国回来才会发现台湾有多棒，多好。这全部都是我喜欢的东西。太好了。真的，我就喜欢吃这种什么餐叫一份一份的，大家 share， 我都可以尝到一点点。我不喜欢吃冰，我记得我们在法国的时候，你
讲差不多三四分钟，为什么不要吃冰这个东西？跟那个工作人员 ，You get it？ 一直跟他讲，你不要吃冰，你不要喝冰的东西，对你身体不好。你 get 到为什么？我 get 到了 ，get 到了吗？对 对，别讲三四分钟就知道了。我已经忘记原因是什么，但是他讲的很有说服力了。一直在讲，一直在讲，我说好啊，好啊，好啊。It's English tea。哦，太好了哇！我们像比方说，我们以英国式的在吃饭的时候，他可以一边也喝茶，可不可以？可以吧，也可以吧，他们随时都喝茶。哦 ，OK。英国人就是比较少喝饮料，就一直喝茶，一直喝茶。我回到我阿妈家哎，真的是英国奶奶。你看，我回到阿妈家，我最喜欢的就是喝茶。你们要加糖吗？还是 No？ You're sweet enough， 对不对 ？No， 加一杯。我们是台北。我要离开，感觉我不会来这里。第一次认识酷的时候，我以为他是英国人，他的英国口音很标准。少来。Shall we? Let's go. Of course. Let's have a cup, huh? Yes. Oh, wow, damn. It's really tasty. Okay. Lovely. 已经吃了，你没有当我。等你哪个？我已经吃一半了。哦，哎，漂亮，我一定要当你。什么意思 ？So sorry about that. I cannot wait. Oh. Oh. Oh my goodness.好，这个我可以没坚持，超级好吃的。我觉得它的肉呢非常的嫩啊，你看它的熟度刚刚好，你看里面红红的，然后呢它的皮啊也有奶油味，超香的。像比方说你像在台湾你四年了嘛，对不对？七年了，你还会想继续待下去？目前是，因为我觉得第一我暂时没有想要回去法国。现在我的第二个家乡就是台湾啊， okay. 我现在在这里生活非常习惯啊，然后又会觉得我在台湾有归宿感，就是台湾我就是难得一个亚洲国家会让这么多外国人有归宿感的一个地方。所以高中生系列在台湾还没上，还没上，对，还没上哈，你要今年，因为我有参与这个拍摄的部分，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期待。比方说我负责的那个部分，我都觉得很好笑。谢谢。我拍这个系列非常开心的一个地方，是我跟着他们从高一到高三，然后慢慢培养他们对台湾的兴趣。对，他们最一开始甚至没有听过台湾，很陌生的，不知道。对。然后到可以让他们拉到台湾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如果是。一个18岁的我可以有这个机会来到台湾，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我自己很幸运，19岁就可以来台湾了，然后就可以有不一样的体验，扩大我的视野嘛。视野，对啊，所以就让我觉得说，哎，我可以让4个法国小朋友也有这种经验，就让他们探索世界，看到不一样的事情，觉得非常的棒。这真的是很棒哎，你知道吗？那你是不是上次去法国有点辛苦了？你后来有一点想要回家？其实还好，还好吗？还好，美女回来了。OK， 我来了，我想到 ，Oh my goodness， 哇！这是我们的三层下午茶，这全部都是我爱吃的，哇！哦哇！我想说你应该有位置吧，你还是可以吃嘛，Of、对不对？要吃，对，太好了，Of、就帮你们上我们的三层下午茶。你看他，Amy 一出现，他的姿势变成这样子。Actually, my name is Simon. Simon. Yes. Nice to meet you, Simon. Or you can call me Simon. Simon. Very, very chic.这个我跟你讲，这个笑容是发自内心的那。有有，我不知道他开心的原因是因为有甜点啊，是因为有 Amy。Amy 是另外一个开心的原因。有感觉。如果她老公在旁边，我可能笑的就不敢这么大声。对，感觉这个。This first, OK？ 你建议从哪一个？应该从这个开始吧。从这边，我们的下午茶是咸的，有一些就是有那个三明治啊，有那个英式巧克力。这都是咸的，咸还是你根本不在乎？很多台湾人不在乎。我要现在需要吃甜的。哇，这个我没办法接受。你先吃甜的，还是咸的？你没关系。咸的我可能今天就先不吃了。OK， 因为我刚吃了。我现在那我陪你吃胖蛋糕。慢慢吃。哇，会太甜吗？可以哦。Don't cry, my lover. Don't cry, my friend.You are beautiful. Amy， 你要不要教他一个很道地的英式英文？来说好吃。好吃， delicious， 应该是吧？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说 it's right good. Right good. Right good. Jolly good. Jolly good. 啊，真的好舒服哎！真的很舒服。
哦，感觉我来到我阿妈家，你知道吗？我去阿妈家就会吃什么东西。阿妈也会做法式的下午茶，跟英式的也差不多吗？啊、哦，法式比较好吃。这不用讨论啦，这不用讨论，大家都知道，这是常识嘛。为什么法国人跟英国人永远要为了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Battle, you know? Yeah, yeah. Why? 这对我们来说没有争议，这是事实，真的。其实我觉得搞不好台湾人会更喜欢这种甜点，因为我们法式甜点比较湿甜一点点的，比较湿甜。对，但曲马卡龙真的太甜了。那放马卡龙我们不常吃，你知道吗？是你们很喜欢吃，然后我们开始卖出去了。是吗？法国人平常没有来吃马卡龙哎、欸，是吗？嗯。可是你知道吗？我在法国看到那个马卡龙的名店，嗯，还有那种橘子蛋糕，上面有一片橘子的那个，那好贵，你知道吗？一块这样蛋糕。嗯，很好吃哎。你有没有发现，在那种店里面全部是观光客？你不会看到法国人在里面排队。我有看到一个外国人，他是比利时的。啊，你看，这是外国人啊，是法国人不会买啊，不会吗？就是卖给你们，对啊。啊，我买了很多回来。对啊，你看，送给朋友们。那你知道真正的马卡龙是来自我的家乡吗？真正的马卡龙里面没有馅，只有外皮而已，然后比较不是甜。哦、嗯，是这样。所以你有机会的时候再去我的家乡叫南溪，南溪，南溪，然后这是感觉原味嘛？南溪，南溪，来，我们要不要来吃司康看看？司康了，我们来验一半啦。司康的话呢，有一个顺序，有一些人呢会先抹那个奶油，再抹果果酱，然后有一些人是相反。我忘记 Amy 你是哪一排的了？我就是先抹那个果酱，然后再来抹奶油。可是英国人会真的是会 fighting 那个事情。对，我有些朋友不敢对聊那个话题。像在台湾火锅里面加不加芋头一样的，有一些人很反抗这个东西，就说不要加芋头，它汤会混掉。对，没有，我自己是加芋头的，不要加芋头的人是不懂的。我觉得我可以，我觉得要先加奶油，再加果酱比较合理。我必须说你的比较好看呢，味蕾比起我的味蕾。OK, cheers, cheers.嗯，对，它有巧克力口味，有点巧克力跑出来了。嗯 ，Oh my， 嗯，这个是连法国人都会喜欢那个。所以，我想问一个题外话，我想问一下 Amy， 在英国啊，这些英国的绅士或者贵妇在吃这个的时候，会不会说Oh let me try try 啊？会不会这样？他们不会说这个吗？Let me try try， 就是 Let me try 这样。Let me try 的，我们可以这样享用下午茶，可以这样聊聊天。其实我还有好多东西很想问，但是碍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一次还有机会再聊。我们可以站上前面，泰哥人很好。我们上次拍完影片，他还带我们去吃他最爱的餐厅哦，邀请我们大家吃饭。对，今天跟酷聊的也很开心，然后谢谢酷，谢谢介绍一个这么好的餐厅给我们，是不是？大家欢迎来英国奶奶，在淡水跟新义区都有一间，然后这个是我已经五六年的一个朋友，然后多多支持他。哎，你今天选的太棒。你选的本来我们本来是一个下班去吃饭，嗯，就搞到最后很像业配，耶，成功，成功，好不好？谢谢酷，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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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奶奶，英国奶奶，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